今天在深圳啊，听 Jimmy 哥今天听讲有靓女新的女嘉宾咧，打台车都不同啲嘅 Jimmy 哥，你睇下，唔可以失礼人哋，系咪？好啦 ，OK。今天邀请到咧广东嘅歌手啦，其实都是讲到实话就系咪王争霸第一届嘅选手，系啦，梁子桓。Hello， 大家好。但其实我而家系一位演员。系啊，外来媳妇本地郎。阿嬌姐的女兒，叔旁啲鳥，梁子桓，梁子桓，同你阿媽講嘅，你長長長長長，我長長長，我有啲死啊！你咁樣學你媽咪咁講嘢啊！你夠膽聽你外婆多錢啊？斬雞我斬你，煩啊！將我形象已經係。希望可以吃好嘢啦，好嘛？即如果又係食嗰啲粥粉麵飯咧，可能即刻打車翻嚟。唔好咁，唔好。當然有女嘉賓嘅話咧，就另當別論噶啦。OK， 經費會唔一樣嘅，你放心。我覺得呢條街唔係好似有啲咩好嘢食喎 ，Jimmy。你係啱嘅，係咪啊？我都覺得有啲唔妥。講一句，好殘酷。咩話？啊！我真係好想食粉腸嘅喎，真係粉腸，睇下佢。仲要問人啊？就在那里边下去。那里有个路口，谢谢。喂，唔多对路喎，入咗嚟一个街市喎，突然间。好彷徨啊！而家一阵间要走都走唔到啊，真系。你唔俾走，你老咩都陪埋我啊！你讲，小朋友，那个西园食店在哪里啊？西园喺边度啊？停車場一直走就去就是西園。那間好吃的，那間嘢。可以。本地人最喜歡吃。本地人最喜歡，即是那間嘢是本地人最喜歡去的。是。本地人最喜歡吃的食店。即刻的心定。是嗎？嗱，你看到沒有？看到了。到就到了，但發覺門口好似跟普通的食店是不一樣的，是真的比較有特色的，因為本來看下去就不像是食店的。是啊，我想走。想走不要走，快點試一下，試一下。各位觀眾。哇，好舒服啊！有冇位啊？唔位。哥哥，英子呢间嘢好唔好食？呢间嘢 OK 啊。仲有沙年嘅芝士喺度。肉丸啊，嗰啲黄金好食。肉丸系嘛？系啊，黄金都好食。肉丸同云吞 ，OK。虽然冇大鱼，但系有大肉，将就下啦。出俾食住先啦。外表系同傳統嘅雲吞好似有啲唔同啊。嗯。雲耳，但系佢雲耳好彩又爽喎。個皮好滑啊，真係。佢嗰個包個位其實唔同，佢係三個嘢。係喎。即係佢嗰個位唔會咁實。係。廣州嗰啲似個福袋咁樣嘅。啊，係。似個福袋，佢呢個咧可能似一個三角形咁上下，但係佢汁醬又幾特別喎，汁醬佢唔係豉油嚟嘅，我唔知佢點樣調，甜甜地嘅。佢唔係好多汁，都夠味其實。其實都幾好食嘅，即係好似佢話齋，佢係同出邊係有啲唔一樣。啱啱嗰個阿姨佢話肉丸好食啊。係咪？有馬蹄肉丸。哦，傳統嗰啲咯。因為佢好着重呢個口感，即係所有都爽嘅。爽喎。雲耳，跟住呢度加馬蹄。嗯，佢冇咗豬肉啲酥味。咁我食緊魚蛋嘅咩？即係嗰種質感已經係剁到好似魚蛋咁樣啊！豬肉整得好實啊 ，OK 啊！真係爽，佢係我食到最爽嘅肉丸之一，比較爽嘅肉。呢個真係好食。炸雲吞，好食喎！佢炸呢啲皮咧，同嗰種鹼水皮去炸咧，又係唔一樣。我只可以講，佢呢只會香脆啲嘅。睇到佢啲皮有氣泡噶啦嘛，係係。佢做呢啲麵粉嗰陣時咧，做呢啲皮嗰陣時咧，係攞啲油去差嘅，嗯，所以炸嗰陣時咧，咪有氣泡。哇，好嘢喎！好叻啊你！味道點啊？我覺得 OK 嘅，即係雖然都係食粗粉麵飯類嘅嘢，但係咧都有驚喜嘅。好吃的雲吞肉丸都有自己的特色的，即係同廣州市區嗰啲甚至深圳市區嗰啲咧係有不同的如果不會太遠的話可以過嚟輕輕打下卡，可以試下嘅。好啦，呢度係品城記，都係希望大家在不同的平台咧點擊關注，下次我哋的更新大家就不會錯過噶啦。多謝子桓喎。唔
喂，大我太多，我要食好多食嘢。冇問題，一定唔會再食粥粉麵飯，好冇？好，嗱，呢個視頻為證啊，大家幫我做證啊。下期再見，拜拜。好難嘅呢啲嘢，好難。仲有咩好食啊？嗱，我今日帶朋友炒粉咧。咩啊？炒粉有炒河炒米炒米炒面。你點講？